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。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口袋妖怪 Y Wonderlock 的视频。那么，一般我喜欢从那个 title screen 开始的，但是今天的话，因为我是录完上一集，然后现在继续立刻录的话，然后，房间里的网是炸了，然后我开了个热点，好不容易连上了。那么我们先把上一集，我们打草系道馆丧命的同伴们奇迹掉吧。来个神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哦，还不让我取经，因为我在包里，还有那个 HM，放在箱子里吧。哎呀，那么我们之后得，我们这里没有一只能学飞鸿术的呀，真的好像没有任何一只能学飞鸿术的东西，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希望能奇迹，我们奇迹就闪过来吧。哎，再见了 ，Wolfish， 小母鸟。30级。那么这集我们要去打那个叫啥？发电厂。好像还有13号道路。希望我还好吧。我还真不知道我这20分钟之内会打完那么多。可能不行，就是好像发电站也没几个人。哎，找到了一位人选，我没看到他是哪的，好像是美国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名字，大概就知道。闪！哎呀，我操！真的是，不是闪的意思。不是想的话，我就要把它放生掉了。Routes， 那么肯定是说英文的地方。我们边送的 Routes， 我要把你，我要把你的东西放生掉。哎，没错，我点了 Battles 吧。我要把你给我的东西放生掉，我怎么 take care 呢？再见了。我的梦球毒鱼啊，他这好像真的就是叫针刺鱼还是啥的。找到了，因为也是美国的。他有那点卡，叫 Sultry， 居然找到一个在打 XY 的人，也是少见了。现在真的没多少人在打 XY， 这是啥？不是闪的。哎呀，为什么他能现在都奇迹那么好的东西过来呢？我好想用，但是根据规则不能用的。啊，一直背稿，那么再见了，你们就把我心爱的东西送了出去。那么我们先把它放生掉吧。再见了，拜拜。哎，这学了啥？你知道不是地裂，你知道是，这应该是声带，然后都在饲养屋里弄到十来级的吧。好，那么我们。不带新的人了，我不想用剩下那些，带一个吧。但是这节我也不会把它升级啊，所以就我们死去了一只飞行系的东西。我们带棺材吧。哦，我们就带一下棺材吧。那么我感觉是时候把那个学习装置重新打开了。那么我们打开学习装置吧，不然等级真的不够了。我们现在，OK， 那么我们彩蛋车，我们要往13号进发。哎呀，我不想听你说话了，三哥，那么多废话，哎。
噔噔噔噔噔，好，13号到了。哎，又遇到这两位人兄，要干嘛？哦，他要给我加图鉴，我们到Santa Carlos。哎，不对，山区图鉴。哎，有人说是那个 X， 不对，日月有可能是南部 Carlos， 那也挺不错的呀。但是这样像那个 X 那个黑白二那样，黑白二那样加了一部分图鉴，加了一部分坑爹的地图啊。黑白那个地图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过去啊。哎，鱼怪，哎，这次我们遇到这个地区遇到机制怪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抓了。闪光闪光，哎呀，不是闪光，小地龙，没所谓，我们都是要奇迹掉，直接丢球，快速球，真的，大逼迫，哎，我看不到上面名字，球抓度，不要让我翻，哎、啊，抓住了，好，那么这个，这就命名叫大腿吧。三级了，四级，五级，学会了一脚 NTF。就叫大腿吧。好，大腿就把它叫做 thigh， 是我们的大腿，因为地龙 carry 简直就是 carry 我们这个队啊，没有地龙的话，我们就死得很惨。好，那么奇迹完这次之后，这今天就这几星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，没有东西就可以把那个网关了。好，大腿应该是赛博。等等，网好了没？没事再炸了。哎，死了那么10分钟啊！日本的叫啥？没看到。好，再见了，我们的大腿。哎，不错，利奥路。但是利奥路是根据那个叫啥？Affection 进化的呀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们好像还有 Mega 10呢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孵蛋孵出来的，希望是一只孵蛋孵出来的。那么这就没必要联网了，就把网断了就好了，不想浪费我流量，流量也不剩下不多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利奥路，一级女的，开了，然后是那个 Attention， 是那个。应该是那个叫啥Inner Focus 特性，精神力吗，真空波，然后至少是子弹拳，乐道士忍耐，这要是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是利奥路双叫啥，双先制，为什么走得那么慢，我不想遇到怪啊。哎呀，操！我还逃不了。哎 ，carry 炮吧 ，carry 炮吧，把你打死之后，27级，火焰撤。我不想理你啊，真烦！我操，别死！哎，好。我忘了是降速还是降命中率的吗？不对，应该是降速。棺材6级、7级，然后六了2级、3级，应该不会特别多，4级、5级、6级，好像可以学到，忍耐是哪个？这个，对，这招好像是叫啥？健美吧。
开个 report 就行。其实如果这里用地龙的话，应该会非常轻松，因为全那些怪都是什么30，都是地面系什么的。我的 report 着呢。哎，果然有 Caroline，就给他吧，带上就好了。我不一定能跑，因为就等级比较低啊。为什么开？哦，怪不得是有那个沙尘暴。哎，为什么我还遇到怪？别是那 Trapinch 啊，小电龙那么会跑。抛线，他是不是等级比我高啊？不对啊，他才27级啊，对面。哎呀，这是又有，没必要打，不想打。对面有可能是沙鹰的。哎，果然这开野炮没用。地鼠，我操，三地鼠又不能跑了。还好三地鼠那也就扎得像纸一样，不对，应该说三地鼠，如果用纸来形容三地鼠的耐久的话，简直是夸奖它了。沙地鼠，直接带走，想都别想。哎，三地鼠又是不能逃，我最烦这些不能跑的战斗。三小姐，啊，不是你前面得不是，如果我是沙那个叫啥沙粒或者。对不对？那个特性是挖沙的话也挺不错的，九级了。黑色的眼神，啊不对，黑雾，没必要用。弯彩打这个，打这种通关真的不好，但是可以保证不死，但他没有招可以学呀，10级。哎，进化了，太好了，破训，但。我们这局20分钟之内100%打不完这个 power plant 的，耶，进化完毕。但是好像他还是学不了什么招，叫 mass tough。那么，艰难的向前行走，行进。这位博士好像被，哦，他说他那个 flare 把他们困在了这里。哎，他不是，应该是这位人熊。黑狗。是不是燃烧特性了？威吓！怪力树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别带走，还好吧。火牙！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叫啥？这叫啥？Take down，我知道英文叫。1900多经验，好多啊！我们分了35级了，快进化了。这是利欧鲁11级了，12级了，14，哎，不对，这才是利欧鲁。不学了，12级。那么它是亲密度进化的呀。但是升级可以提高亲密度，然后跑步也可以提高亲密度。大嘴巴，不能光，哎呀，烦呐！别打脸，别打脸，操！我想尴尬。
去吧，更改。他用了那个什么鬼门牙？你这球两发可以带着打走你吧？好，果然是两发的事情。花式飞行，好疼啊！你这球，带走。我操，外面又下雨了。我录完这个还要出去吃饭呢。烦呐！哎，但还好吧，我考33级，然后棺材13级。可以，这是黑夜魔咒吗？这是 Lake。一些没什么用的招，换成一些另外一些没什么用的招。这就是精髓呀、啊！这是 false palm 吗？还不错。实在好饿，这还有排路呢。他说要那些优雅的跑人的事，他忘了钥匙在哪。一开始的时候他又失败了，那么钥匙好像是，没记错是其中一个石头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，居然不是。不是这些石头吗？找到。好，那么那个里面也有很多人的。Get over it.